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又再度来到龙泉市场的这一家鸡大王，因为他们说那个文昌鸡蛮好吃的，那今天就来吃吃看。哎，老板娘，请问今天有文昌鸡吗？有，今天有文昌鸡哦。好 ，OK。文昌鸡没有天天有哦。哦，好。那您说切半只是200多，对？半只是220。哦，好。对。然后皮是金黄色的。现在这个是有那个。金黄色的没错，有炭烤了吗？这个是不是？有这个对，有。这个都可以吗？可以哈。下水的话，那个汤跟料分开，汤拿来煮高丽菜跟面线哈。谢谢你。那我一只试看看哈，文昌鸡。文昌鸡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今天还有土鸡或玉米鸡吗？土鸡、玉米鸡没有，今天只有文昌鸡哦。文山鸡是？文昌鸡是。它比风案好一点，它的皮是金黄色的，比玉米鸡再软一点，比风案偏一点。没有臭臭。不会啊，臭臭。它的皮的颜色就很漂亮，你可以看前面这一盘就是，它是金黄色的，平常是没有的，但是风案缺货才有这个可以卖。那有分公的母的吗？公的也有，公的是250。没有，我要母的。母的吗？我要熏的。好，等一下。大哥是要半只吗？哎，对。甘蔗好了，好，哎，谢谢。甘蔗是招牌，吃起来会比较香。好，这样哈。对。好。蒜蓉酱、胡椒都可以。来，这个是220的哈。好。好，今天。好的。不是，哎。好，那这家生意蛮好的。谢谢。店前面都挂满了这个鸡啊，哎，今天生意很好。鸡头是送的哦，好，好，要煮汤要吃都可以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我吃一只咸水的那，要走吗？哦，好，就是我要嘿。头要切进去吗？鸡头要哈，好。我不要头，也不要。脚要，头不要，屁股不要。每次拿回去丢掉，有人会吃就留下。好，没问题。那请问你们这一摊有名片吗？有。哦，好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好，再排进去。有需要可以打电话哦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很漂亮啊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啊。好，可以这样。啊，好，可以哈。这个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等一下帮我给他好，花了价的我都没关系。今天就好好的吃一顿鸡肉了哈。有在别地方买过鸡大王吗？啊，我说我吗？买过鸡大王的吗？哎，没有。我之前是买那个松平土鸡哎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刚老板娘刚讲了很多，我都没有录到了。总之就是这个平价路线，然后品质好哎。你好。好，那老板也是帅哥了啊，所以可以多看一下这样。好 ，OK。哦，台面也拍一下哦，那就是还有这个鸡蛋跟笋丝，好一点。然后它的皮是金黄色的。哦，这样。好，那紧接着就来到下面这一家的一品香鱼丸店啊，因为我吃这个鸡肉需要店面才能够介绍了，所以就到这一家来点他们餐点，然后配着鸡肉吃。好，那小菜都是很干净，昨天就介绍过了。好，那我今天我就要点那个卤肉饭，然后。卤肉饭都会有卤蛋吗？还是要再另外加？另外加卤蛋加起来。哦，好。好，然后那一碗鱼丸汤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总之店里就是干净明亮，然后今天就有这个另外的工作人员。好，那刚老板有介绍说这位是老板娘啊，那很多的粉丝也很怀念老板娘，那就趁现在看一下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在这里吃的就简单一点，卤肉饭配上卤蛋，还有鱼丸汤。我先吃看他们的卤蛋。嗯。啊，蛋白部分卤的还蛮香的。哦，如果是鸭蛋就更好了，不过这个吃起来是鸡蛋。嗯。但是吃起来是蛮新鲜的了。
要么你规划这个解花的，这个人不好的再管他。有啊。嗯，很烫。然后这个是肉燥的部分。啊，主体的味道感觉就是油葱酥还有瘦肉的味道，然后是甜甜鲜咸的口感，算是比较偏瘦的卤肉饭啊。好，那我个人觉得啊，因为它偏瘦，没有比较不会黏嘴巴，个人觉得它分数是86分。好，那这个是个人喜好不同，好，但是它的这个卤汁也还蛮够多的。嗯，蛮好吃的啊。然后这个腌黄瓜的部分嘛，嗯，脆脆的，蛮好吃的。好，那事实上今天主角是这一盘鸡啊，文昌鸡，然后它是甘蔗鸡的部分，好吃吃看啊。啊，感觉它这个鸡肉色泽蛮漂亮的。嗯，还蛮好吃的。哦，肉质很柔软，蛮美味的。嗯嗯嗯，哦，越吃越好吃。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用加什么调味料了，就蛮美味的，然后咸度也够。好，哦，超好吃的，很鲜甜。然后我觉得这个。美国的罗大哥、罗大姐，你们应该会喜欢的。那我记得罗大姐讲说，她是最喜欢腿这个部分了，所以这个部分我照清楚一点，有点小小不自知，应该说胶质多了哦。嗯嗯。嗯。很清甜，很好吃，然后就是不输给松平的美味哦，蛮好吃的。然后肉质确实是比较柔软，嗯嗯。好，这样220块，其实它的量也蛮多的，哦，可以吃得很过瘾。很好吃，骨头很多，但是也很香。嗯，嗯，我这边还有点这个鸡冻哦，很好吃。然后分数我觉得是95分哦，很棒。哦，咸香咸香的，很美味。应该就是半只鸡的部分嘛，哦，很好吃。那油脂含量也蛮丰富的哦，那吃起来就是很顺口，然后咸香咸香的，带着烟熏的香气，然后还有这鸡肉甘甜味，很好吃。哦，但是肉质上来说的话，是比较喜欢鸡腿的部分啊，鸡胸还是稍微有点那种干柴的感觉。哦，那是肉质的关系啊，那我老婆喜欢那个部位。好，那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很好吃，那味道很够，这样越嚼越香，这样很棒。啊，缺点就只能外带这样子，只能在家里慢慢享用。然后皮的部分，啊，其实皮的部分也不会很咸，很好吃。好，赞。嗯嗯嗯，好吃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这一家店的鱼丸汤。那鱼丸汤就很好吃，昨天有讲过。那昨天有粉丝问我说，他的鱼丸跟这个嘉兴的什么不一样？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哦，内馅的味道不太一样。然后他这个鱼丸很新鲜，嗯，你可能要自己来吃过才会发现这个有一个细微的味道不太一样，细微的味道而已。
那个感觉它的这个丸子的外皮比较滑吧，嗯，好，很好吃，嗯，那汤头可能就，好，就比较清淡了啊，啊，最好吃的就是丸子，啊，刚刚我吃的比较咸的鸡肉，这样搭配其实也不错。好，清爽的芹菜末汤头，一点胡椒粉跟大骨汤，然后配上这个丸子，福州丸，好吃。好，分数是90分。嗯嗯嗯。好，这样就一样，还是吃了200多块。嗯，那鸡肉真的超好吃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前面那家店的名片，鸡大王甘蔗鸡盐水鸡。然后地址在台北市大安区龙泉街龙泉市场内，然后有电话啊。那觉得他们的鸡肉就是很好吃啊，那也只有卖短短几小时，可以来试试看，生意也不错。然后文昌鸡确实特别好，那这家店的也不错了哦。那当然只吃鸡肉会不会饱，所以这个卤肉饭跟鱼丸汤都算是很传统的风味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